森林里的玩具大赛。滴滴。哦。啊。哼。我不想。我不想去参加肉箍大赛了，我不去，我不去啊！小小鲁班，没关系的。以前我觉得自己做手工很厉害，其实我比小宝差远了。做手工这件事本来就很开心啊，为什么要比呀？可是我做不好纸飞机呀。怎么办呢？小鲁班也哭鼻子了。小鲁班因为跟小花、小宝比赛，然后他输了。小鲁班，香香说的对，不开心就想不出办法来哟。坐纸飞机，还是让我来帮你想想办法。讨厌的藤条，我在想办法，不要打我。有主意了。小小鲁班，你去哪儿？看来小小鲁班还是开心啦。姑姑哥送来的礼物。忘了这个了。小小鲁班在搞什么名堂呢？哇，新的纸飞机，小小鲁班真棒，一定飞得很远。还差一样东西呢。还差什么东西啊？滴嘟。对了，就是它。超级无敌的纸飞机来了，我们一定能赢。玩具呢？你们等着吧。好棒啊！做出了一架新飞机，和小宝说的绝招又是什么呢？小朋友们，咱们明天再见吧。